到这个地方呢，据说是某一位艺人的办公室哦。哦，今天我们要找他来访谈，到底是哪位艺人呢？走，跟我去看吧。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听到声音了。好眼熟哦！你们家以前那只会不会吃醋啊？不会，走，我进去看，进去看。哦，啊，那一只也不会排斥它。Hello， 两位你们好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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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小看着节目长大的，是，对对对。请问你是？我是我是老皮，不知道两位认识我吗？我只吃过老皮嫩肉。老皮啊，我记得啊。就是讲话要这个样子嘛，老皮。行了嘛。对嘛，现在讲话不是正位的嘛，不是啊，老皮的嘛，你这样是，你还说你不是你明明穿黄色的，行了，不是吗？就是老皮，不是黄色跟黑色的老皮嘛。是啊。好了，这不管啊，我们今天是来访谈两位的。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是来访谈两位主持人。好，上次你还记得我们在美丽华那边有记者会吗？记得，那你还记得我在那边出席吗？你有出席？我有出席。我没偷拍各位，我偷拍两位，难怪。那你好适合当狗仔，你好不醒目。真的，而且我还拍有看到两位喝，两位喝金的画面。哎呦，你是说今夜吗？今夜求奸吗？就在今夜，我要你娶；就在今夜，一样想你，谁依然心中难过？当然，这歌我也没有听过。对啊，我觉得他真的是高估的人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对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说两位。拍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只看到记者会，所以你要再看到我们喝现场喝金叶，再喝一次好不好？是吗？现场有制造者，有 cookie， 有 cookie， 很可爱。是。为什么今天会想带他来？不是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就自己要跟，然后因为我平常也很少在家陪他们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你既然要跟，反正今天只是访问，那就来吧，他就跟着过来，命中注定。所以今天两位可以再准备一次喝金叶了吗？哎，没问题。但你先帮我取来。我说他已经 OK 了，他 OK 了，他 OK 了。今天取经的，等下帮我取出来，这有点。你把他的毒素给吸出来了，为虚不实啊。因为我们只有看到记者会内容，我们不知道你后面录制的东西，你可以跟观众朋友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节目有哪些竞标了吗？听说是非常非常竞标，非常非常。对啊，因为就是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怎么说？因为一开始就是说什么不吃那种很恶心的。对，没想到我们第一个关卡，第一个关卡，对，一见面第一个游戏，它有一根管子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互吹。蟋蟀在这里面，对，然后就看最后蟋蟀会进到谁的嘴巴里面，活的还是炸过的？但是因为蟋蟀看起来这还好啦，蟋蟀看起来像蟑螂，所以你觉得还好？那我们现场有准备蟋蟀，来，就直接来，吃哪边吃哪边，来拿这边，拿出来，已经被人家吃掉，被吃掉，那个永强很饿，把它吃掉。你不要有不懂啊，综艺梗这套我还是，哎呦喂，哇塞，从小看到挑战了呀，挑战你敢哦，来我敢，你已经具备这种资格，我今天挑战两位，好，来挑战，好了，那其实因为毕竟老皮我呢本身是主持这个电玩节目的，我有自己的电玩频道，是吗？对，哎，看不太出来。不要因为我不是，不要因为我丑，不是否定我，因为我们看不出来你是喜欢玩电玩的那感觉。当然你的专业是主持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了。当然了，那你觉得我像是主持什么呢？主持美食。我们今天就对不对？我是不是讲的没有道理？对啊，太贱了。哦，没关系。我们今天就是来主持，因为我本身主持电玩嘛，所以我想要挑战一下我们的。人斧哥，汉典哥，你是忘记我了？不是汉典哥，对，我要挑战一下，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马里奥赛车，有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考验一下你模仿功力，你能不能模仿马里奥？哦，会啊，我会模仿，这个 OK， 因为大家应该都玩过那个马里奥赛车，对，马里奥赛车，那我就来模仿了，来了。你这是龟仙人吧？里面有一次我最喜欢里面就是那个小乌龟，有没有？它的那个头很可爱，有没有？在那个里面有一个乌龟，有一次角色有玩，你有没有玩？我们有玩啊，我有玩。赛车里面玩，有啦。他头哪有这样？我们又没有这样。这个是你绿色的那只吗？有一次是恐龙，我不是喜欢恐龙，我是喜欢那个小乌龟。小乌龟嘛，就是马里奥里面就是他有那乌龟，有没有？然后后来变成马里奥赛车的时候，他也坐进来，他也变成赛车手。可他头我这样吗？乌龟的头就这样啊。真的是啊，他就是这样，所以模仿不像，是不是？不像。那我模仿马里奥。我觉得好，你模仿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，popular一点的，好，好不好？马里奥。
Here we go！ 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太简单了。谁不会啊 ？Mario， Here we go！ 这你会吗？为什么 ？Mario， Here we go！ 所以这个 OK， 对不对？大家他还 over 一点点，你好像比我像一点。所以我们挑战更难的，更难的。马里奥跳恰恰，马里奥跳恰恰，对，马里奥跳恰恰，就是这样。Mario， 好了，居然也行哎，其实行嘛，什么都可以嘛。所以真的，我们汉典哥是有在玩游戏的，有，他们在玩这个。我们现在不只说是考验第一个，还有第二个要考验你们。哎呦，因为我们知道平时你们在上一些节目的时候都有准备时间嘛，一定有很多时间就是会来玩手机或什么。你们两位有这样的习惯吗？会啊，当然会，肯定会玩手机。哦，那你们平时像我本身平时我喜欢在。上厕所的时候，大便的时候来玩手机，那你们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喜好？大便的时候玩手机？对啊，像我平常都会一边玩节奏游戏，对，然后一边上厕所，就有节奏，就有节奏。B-box， 那我得猜一下好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这真的是 B-box 吗？当然是嘴巴 B-box 啊，对啊，我们学的很像。所以就是你们平常。我会在，譬如说睡前，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比较不好睡，那就玩小游戏，玩着玩着，其实就会砸到你，对，就砸到脸，砸到砸醒，对不对？对，反正就是玩一玩就比较好入眠，比较好睡。那我们人虎哥呢？我基本上就是睡觉，然后洗澡的时候我也离不开手机。洗澡，因为我觉得洗澡好浪费时间，潮湿吗？不是潮湿是不是问题？手机不是有前孔吗？那如果洗澡如果不小心，不会，我在我们家里的那个玻璃上面我就。粘了一个那个吸盘，一个支架，然后把手机放在上面，然后呢，我会利用这十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就选一个，比如自己想看的 MV， 或者是网络上一段好笑的影片，然后就开始 play， 然后就一边洗澡。哦，那很好，不会浪费时间。主要是因为这样，因为我觉得洗澡那个时间，所以你那个是放在外面，所以不会洗。里面你怎么会放？怎么你也放高一点啊？哦，对啊，你就放高，然后这样子洗啊，这样看啊。哦好啊，那就知道两位就是平常有在玩一些手机游戏吗？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知道就是两位主持这个节目呢，是由猎王大挑战嘛，那它是由这个猎王纷争所赞助的一个节目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挑战一下两位，你们敢不敢把手机给各位观众朋友看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不敢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我跟你解释一下我们游戏的玩，我们没有我们节目的玩法，没有我们节目的玩法，我不知道，你先多讲一点，我现在帮你下载，哎，现在下载很快，现在，对，现场冲攻，没有冲攻，等一下，冲攻，不要这样，哎，不行，这我们有关系到赞助商的问题耶，没事，来，你要给人家面子，人家赞助我们节目，对啊，是，而且对，没有，我先收一下，拿出来，对，我先收一下，平板手机拿出来好不好？先讲，好，就这边，就这边嘛，别问你不能讲，你不能停。但是老倪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节目的玩法是这样，你问我们敢不敢，然后我们说不敢之后，你就说的那个人说的自己先做，就要直接做。所以你现在就要拿出你的平板。你今天要来做访问，是你有没有事先做功课？有没有？对你，我们刚说不敢的，你就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对，我们看你里面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，就表示都是个敬业的主持人，你要先做功课，是不是这样？连游戏内容都没有了解，就来访问我们。你老皮，你这样对得起你的忠实粉丝吗？你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，没有？你们看吧，你们看，随便看，你们要对着镜头，要对着镜头。要下载吗？是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。不要看，不行啊！风景照，因为都是你都怎么回事？我，别。还好啦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平时光明磊落了，没事，真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没关系，对啦，就是我们在录另外一个节目的哦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游戏了，怎么弄？这个，对，有了，我刚才看到有一页是有游戏的，这个很好玩，游戏也不多哎，热血，你有玩过是不是？热血高校吗？热血高校，热血躲避球，这是热血躲避球。热血比较好玩，就热血高校，真的是不是？那他一样可以这样冲刺，然后可以跳，然后可以现场往回跑三步，那我也要去下。还可以自攻球，那我也要去下。足球也可以玩吗？可是我们这个节目不是，我们就是要热血。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玩啊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好玩，对，变很快嘛。哎，没有，你也没有猎王啊，我们要猎王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，我这个其实是做电玩采访。对啊，那你有猎王节目也不是我主持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嘛？来，我看一下，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来，这
Google 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我看一下你有什么 app？ 有什么 app？ 不是，因为我很少玩这类型的游戏，就是我自己大部分我几乎因为我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即时性，我就比较喜欢玩那种刺激型的，比如说像公主娃娃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公主娃娃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小孩子是吗？不是你喜欢公主娃娃吗？哎呦，还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一下啊，这个。哇，这个怪怪的啊！怎么都喜欢玩游戏啊？是什么？那是小朋友在玩的、啊。美妙理发师嘛？怎么？那是小朋友下载的。没关系，这个借口我也用过了。看到没有 ？Clash of Kings， 你猎王，看到没有？干得好！刚刚拖的漂亮，拖的漂亮，对不对 ？OK 啊，看到没有 ？OK， 我们有问题了。而且你看一下这游戏多么好玩、啊，超好玩的，你看看，对不对？画面做，你看多漂亮！战斗画面，然后移动的速，你看，哎、哦。很精致，有没有看到？精致，感觉猎王的纷争到了中古时代，就是你很想跟他有一些纷争。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游戏？跟他挑战，太棒了，这个太棒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实在是太自入，好不好？这动画也做的这么自入的节目，你们看得下去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不录了。OK， 不断不录了。啊，他不录了。等一下，你不录了？那我们早一点把这个拿出来。对呀、啊，不录了嘛。你以为你不录了，我们就讲不下去了？我们录得更顺畅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对，猎王嘛，猎王，你看建造。所以我要下载的时候，要先搜寻什么？猎王的纷争，猎王的纷争。对 ，OK。观众朋友，你还不下载吗 ？Clash of Kings， 怎么可能？是不是？不要说我们植入，对，对不对？人家植入也植入的有价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节目的上方会一直有这个名词在那个地方？有一个标榜在后面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们植入。那为什么要植入呢？因为这么好的游戏要透过节目告诉给大家，大家才会知道。那大家就玩了之后喜欢，也会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对不对？加入大修罗嘛，对啊，对，猎王大挑战，欢迎收看。刘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你敢动我的话，你试试看。现在只想知道你敢不敢呢？不要乱来哦，你这样是会付出代价的。猎王大挑战，你敢不敢？